北京时间10月19号，湖人新赛季揭幕战客场对阵开拓者。湖人119-128不敌开拓者，龙铎在开局为湖人首开纪录，随后开拓者这边由纽基奇拦下回应，时间在 9:02 分时詹姆斯抢断扣篮，打进湖人生涯第一球，首节他六投五中得到13分。湖人一度25-15领先，但随后开拓者的利拉德里突外投，斯陶斯卡斯连中二记三分，开拓者34-31反超比分。第二节斯陶斯卡斯火力全开，他前六投全中，包办开拓者18分钟的16分，开拓者50-40领先湖人。湖人这边不断冲击篮下，开拓者则多次完成补篮，上半场战罢，湖人63-65落后。莫里茨·瓦格内主动起身给詹姆斯的座位铺好了左边期间。第二节后半段，勒布朗·詹姆斯被换下场休息，湖人新秀莫里茨·瓦格内主动起身给詹姆斯的座位铺好了坐垫。第三节湖人由英格拉姆数次扳平比分，开拓者麦克伦姆和利拉德连中三分，英格拉姆和库兹马连续反击，鲍尔两罚全中，快攻补篮帮助湖人反超比分。哈特命中湖人第一记三分，全队第16次出手，开拓者回应一波 8-0。隆多三分命中，哈特最后时刻晃开防守人，命中高难度压哨三分。湖人91-93落后。第四节利拉德、斯陶斯卡斯、麦克伦姆轮番为开拓者再次拉开逼分。他们在最后5分钟114-104领先。湖人防守再次出现路人，开拓者麦克伦姆命中三分。开拓者最后三分钟领先到13分，随后湖人哈特、库兹马三分回应，利拉德最后一分钟突破打成2+1，比赛基本失去悬念。詹姆斯拉下空截，波普命中三分，可惜为时已晚。龙铎最后时刻六犯离场，全场比赛湖人六人得分上双，詹姆斯26分12板6助攻，英格拉姆16分。麦基13分8板3帽，隆多13分11助攻6犯规，哈特20分，库兹马15分，开拓者5人上双，纽基奇16分9板，利拉德28分，麦克伦姆21分，斯陶斯卡斯24分，埃文特纳13分5次助攻。